本身就是计划要搬，搬迁前都是先清空的，所以我们大也绝大部分小孩子已经是转院到外面的医院了。刘师是现在还有一个新生儿在住院吗？是。转院的家属跟我们说你他们转院的这个过程中，你们并没有事先告诉他们说是要装修。具体的那个相关的那个调查报告，到时候会回应相关的。